大家好，我是韦高乐，我今年16岁，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。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，也称为春节，表示着农历新年的开始。春节常常在1月或2月，也是中国人今年出现的日子。今年是牛年，牛是可靠、努力、工作和智慧的象征。大多数家庭都有彻底大扫房屋的传统，以扫除不好的运气，为新一年的好运铺路。另一个习俗是用红色的剪纸和短帘装饰门窗。在这些剪纸和对联中，流行的主题包括好运、幸福、财富和长寿的等等。其他庆祝活动包括放鞭炮和发红包。在中国北方地区，饺子是庆祝节日的主要食物。饺子是农历新年最重要的食物之一，因为饺子的形状象征着财富和团圆。中国人在农历新年或其他节日时汇聚在一起包饺子。我喜欢被邀请参加中式晚宴和帮忙包饺子。我最喜欢的是炸饺子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关于中国新年的短片，谢谢你们。